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不会聊天的五个星座。水瓶座思路天马行空，你跟不上很正常。金牛座，金牛座忘性大，和你聊天基本上都是聊着聊着就忘记自己还在和你聊天。他们会一边和你聊天一边做别的事情，有时候太投入把你给遗忘了。巨蟹座反应慢半拍，其实不是他没在和你聊天，而是觉得你说的话他们没办法接下去。等他们想清楚该如何回复你时，基本都已经过去很久了。狮子座是一个导盲人，和你聊天完全是给你面子，他们在导盲之中回复你一句已经不错了，计较时间的话你就输了。处女座是完美主义者，容不得半年怀旧，所以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言语会再三斟酌，有时候只是一个字而已，你也不会这么注意，但是他觉得不可以，就是要言语。水瓶座天马行空的思路你不能跟上是很正常的，如果和水瓶座聊天，你分分钟能从天文地理跨越到宇宙之外，最重要的是他们可能真的去宇宙神游了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，一家风水布局灵符法师。道长微信：2088-2988。